得看起来确实像还好吗？不还好。闻到那个机油烧的味道，他就说烦嘛，我不想开那个价格是这样子要出来的，因为很难修啦。B61因为它很低，所以跑。尴尬的状况，这个回来要救也不是，不救又。但雅哥哦，其实我是因为很可惜啦，1999的雅哥3000的，这个其实没什么残值。那车主也觉得很可惜，因为他整个压缩机啊、冷排啊、整个冷气的系统，他说上个月才刚换新。目前我看到唯一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漏机油，他这边漏很严重啊，有没有？这边漏的很严重啊，下面也都是油渍。哦，对。最后就跟他成交20000块钱。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大家好，你这比秋光还不错，没有大事，看啥大事啊？对啊，你不是要吃雅阁？那雅阁啊，我们建交合作社那个新店那家，对啊对对啊，那个东部生他喜欢的，他想买车位啊。为冰冻起来，啊来咱家诶实习一年，叫大四来个等，啊来家钱无赚着，我爱租厝，啊所以我讲过要吃，你甲我讲哦，我搁开钱了诶，对啊，在问你啊，我扛着恁家买平又无地无价，拢无赚着钱，啊都3000诶嘞，对啊，安尼刚好，啊伊就伊介意，伊讲伊就是爱介意，就技术大诶啦，对啊，卖嘛唔加钱。无安尼啊，看伊嘛认真认真啊啦，无你甲讲啦，伊嘛是爱整理嘛，伊还是要做安尼噻。哎啦，煮啊，即摆唔就老油，你拢啊加减嘛少用。无安尼啊，无你叫伊吼整理的时阵有无，拍一个啊，拍片啊，有无？迄甲大家分享分享。啊，那浏览率，比如讲过一个看站，咱这车卖讲迄落啦，我的钱送伊。送伊。好啊，无啊，电力要偌济？你感觉偌济？哈，爱超过伊的师傅10万以上。十万。哎，会上嫩无？上嫩。上嫩哦，上嫩啊，泰山公上嫩诶。来，我估爱10万。哪里？你要有写期限嘛？比如讲一个月咧，还是讲一礼拜？好啦，一个月啦，一个月要10万了，对吧？其实吼，咱咧赌赢，你三天就知啊！赶快加一个月，前一阵仔有个生日对无？对无？迄阵嘛就是要鼓励，对无？吼，送伊礼物，啊，家父阿爸讲等下台办，卖讲钱有欠着无？上无太只车等，好不好？你来讲，我来个讲。哎，我刚刚想到了，一支10万那个美盒啊，那是我美盒啊，你美盒。我感觉安尼啦，整理这台车的过程啦，吼，拍片啊，啊，甲大家分享，吼，比如讲刚刚科比传教士安尼一行，啊，总共加起来，吼，比如讲有超过20万安尼，车子上，啊，伊整理的钱公司嘛甲到处安尼，你感觉安尼啊？啊，当然伊啦，讲要改引擎的我无法做，哎，少少安尼公司要做对啊，老油那简单的咱个存好要紧对无？他在坐着，啊，外面路破几站唔知有无？哎，你的手表咧？哎，我有送你面路手表咧，撞开啊，北去啊，小哥送的，我来甲弄坏了咯。哎，就是要抄的啦，哎啦，哎就是挂要抄的啦。好啦，啊就安尼处理啦，安尼我改，安尼我改，你改哦。安尼那有套片啊哈，我来大家讲，好来你来讲，是啊，这就是男主角啊，男主角，哇，啊头家头我讲几下个迄落啊，伊讲吼，你电力率啊超过20万，这车怎啊送的？啊都迄落，比如老油啥迄拢公司拢来倒水，他都会安尼讲，对，我见倒水，我爱录音，有，但是改引擎就不行了，对吧？你要对吧？你要去改电天啥迄无，就是为物件公司就卖出。超过20万，你就他搞一台车归转来恁阿爸阿母看，我成功转来，我赚了一台雅阁安尼，安尼好无？啊，要信心啦！哎，看车来顺，你敢买考虑这台3000的，啊，敢买去直接去报位就好啊？拜托，这电版啊，本田康达 VTEC， 你知影无？3000cc V6的，我知道啦，但是年份根本比较老啊咧，老油老到鬼东西。对啊，这拢爱处理啊。好啦，你既然要开啊，那就爱用啦。有打算要弄哪里？引擎的部分的话，应该我想要自己动手，先前后 parking 换掉。啊，四只引擎脚基本的一定要换，这一只已经断掉了，我看得出来，这一只已经断掉了。大灯磨一磨，自己就可以来。那、啊、你要重烤漆吗？要啊，烤白的，白的比较耐看啊，白的帅啊，大概就是这样。轮子要换吗？轮圈我已经买好了，已经买好了，是不是？少年人的避震器买盖，对，避震器一定要换，对啊，避震器买盖。啊，我有讲过啊，我讲吼，你若全设备一台，含都如这配啊，做一个师傅，怎啊送你一支？
我讲要车红线，伊讲袂，伊讲原地安尼倒啊。哦，伊在做啥物？窗帘，窗帘来啊！因为我看下伊只车出一堆地面来，装无。其他都没有。所以你无听嘛比赛啊？要不要教大家怎么辨识2000跟3000的到底差在哪里？好啊，你教一下。缴税金就知道了。缴税金就知道了，这么简单？对啊，没有啦，外面的冷的看排气管啦。第一个就是排气管，原厂的双出。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这个是99年的，这是 K9 的前期。嗯 ，K9 的前期是没有这一条，3000的才有。那可是如果小改款，2000、3000就都有。那最准最准，一定不会出错，就是这个。有没有发现五孔的？2000的是四孔的，没有人会特别为了这个四孔去改五孔。二十几，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我要当象征的小 case 耶，小 case 啊，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壳皮都出马了，应该壳皮你要帮他拍一下，你会入镜吗？我就把能力入镜啊，我会这样啊，这样飘过去，飘过来，这样就好了、啊，没有，我还是会技术指导啦，好吧好吧好吧，开始要叮当啊，好吧，材料叫落去啊，处理了，对吧？处理了处理了，处理了处理了，看材料都叫下去了，吉庸开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基本。就是这个气门室盖垫片这一圈，它因为是 V6， 所以它有两前后两组。然后为了下这个进气气管都要下，所以我顺便连火星塞啊，火星塞的孔盖，用这个进气的铁垫片，接气门垫片。然后玩 V6 都知道，下进气气管火星塞一起换一换，省一次工。好，大概就是这样，继续动工。那就可以看到引擎内部，其实这一台还蛮干净的，都没什么其他。对啊，这里面看起来是蛮干净的，算前车主应该蛮认真的在保养。再来要拆除，再来继续拆啊，把这一节拆下来全部都洗，一堆通通都洗一洗，装回去就可以试车了。那你要讲一下你这台车应该有什么想要用的？引擎就剩的比较困难的正时皮带，还有引擎脚，我想要拍给外面说。好吧，那就这样。洗了，洗了，我干这要洗很久。这 V6 的后缸都这样，后面一定会比较高温，积碳什么都比较严重。看外面也太亮了吧？对啊，我也是，我洗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妈的我的鸟盖是银色的。你们以为是黑色的，你知道吗？那漏油已经漏到整个都要爆炸，整个都黑的要命。看这超级新哎！我本想把它喷成红的，后来想想算了。是不是，太坏了。那个不知道是这个，应该是调压阀脚断掉了，好像不是我拆断，我看到的时候它就已经断，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发动，尴尬。不然你家用好这样去调配，想象总是特别美好。礼拜天错就是会这样，就是没办法叫掉了。那现在干嘛？现在在换这个鸟盖螺丝的橡胶垫片，就换垫片。非常非常小心的把它拿出来，用剪刀是不是？对，真的是他妈的纸垫片，这是纸的、喔。对对对，不会啊，不会吧？再坏又要再过一天了。这个3000的都零件都要公司叫，超难整。装好了。对，要发动了。我要发动了，是不是？会紧张吗？哇塞！等一下发动了，那现在要干嘛？现在做最后确认啊！我每一样拆的东西我都有拍照，你都有拍，是不是？哇、啊，我真的要发了。发，天啊下，顶多就喷油而已。不是，重点是自己的车。哇、啊，我真的要发了。发啊发啊。哦，你好赞哦。不错啊，没什么事情。哇、哦，没出事哎！哇，哦，是吗？漏油了，漏油了，闻到油味，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闻到油味，后面那一只吗？下面看到了这一节，这一只在漏。嗯，厨师，
下面闻到味道，哦哦，下面蛮严重，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再拆啊！好吧，今天出事要拆，对，没错，啊，找到凶手了，就是这个喷油嘴的欧环爆掉了，好，现在要发动喽，要发动喽。哦，成功了啦！哦耶，看一下看一下，应该没有出事了。哦，看起来很赞。哦，搞定，引擎啦，现在就要洗了。是啊，我们已经发动测试，已经经过了各种出事，现在终于可以进展到下一个步骤了。那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20年没有洗过的引擎室有多精彩。你说哪边漏油？这个啊，这整个都有啊，有没有？来撸到后面啊，整个变速箱上面都有了。那前你看这整个下面都湿的，是漏的乱七八糟，就是上面一路渗下去。那前后曲轴目前还不清楚。OK， 那你要开干，开工。把它先进来哦，好，洗完就知道它有没有做好了。如果洗完之后还有新鲜的这样呢，一直流出来，表示说什么没有弄好，又出事了，出事了，哎，刚刚就出事了。好了，先进，先进。洗好，有洗好哦。来看一下，看一下，哎，洗蛮快的。拜托，原本这一整个都是油，有没有都洗好了。好烦。上面也洗了，装好，哇，都洗好了，超赞。DIY 片就到这里。啊，没有了，没有要动手了。没有，剩着派给外面再做。我懒了，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能力极限就在这里，我超越这些极限，免得到时候又出事。好了，就等明天发包了。没错。好，拜。好啦，现在我来到保养厂啦。这些大概就是我这次要换的东西，引擎脚右，引擎脚后的，然后左右变速箱脚两只，然后正时皮带、水龟、水泵浦在这里，基本的。好，处理下去。Toes, baby, you think a little too small. I got big goals, baby. Hey, where the money at? Look, I just need the info. Pronto, I go and get it and split it with my kinfolk daily. And I'm the type of that might change my number on ya. Yeah, that's how you react when people took the slumber on ya. Pretty brown skin, baby. I can see the summer on ya. You see all the bread. 这么多水。这样是有换过还没换过？没关系啊，都换一换吧。也没多少钱。你怎么没多少钱？一个4000多块，没多少钱。搞货。伟哥，你在干嘛？检查胎呀？为什么要检查胎？因为我等下就要站到屏东去。哦，你要回屏东哦？对。哇塞！我要回去那个，跟我妈说我闲工等了。三步。他说他要闲工等皮了，刚好闲工。闲工等啊，活都等来，干没有？我去啊！可以等你回去要再来，这个就成功，应该可以的吧？可以的，是不是？那、啊、你这次回去要弄什么吗？我新买的轮圈已经放在我们家了，放你家，我就顺便换掉。哇，上次开回家发电机挂掉、啊，这次又有什么东西挂掉？哈哈哈哈没有啊，要去了才知道。我准备，他要准备，他要自己准备了，他准备水哦，然后连备用电瓶我都带了，对，然后还有一罐油，不知道塞到哪里去，就油水嘛，电。
十三样最容易出事，备胎什么都不用带，带着手机，还有拖车的电话，这样就好了。手机我带，对，这样就好了，这样不用了。手机我还带两只，里面还有一只，带两只要干嘛？里面还有一只，带两只要干嘛？不知道，万全的准备，一台放音乐再看到。引擎室啊，因为我的引擎室实在是太干净了。对啊，我已经把油啊、水啊，所有能换的都换掉了，都换过了，是不是？所以其实也不用洗，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好玩。开到休息站检查一下水有没有问题。嗯。电瓶啊，或什么多了油啊，什么鬼的，我都已经换好了，所以这应该不会出事，应该很难出事了。OK OK。他如果这样还出事，那我也没办法。不会啊。他在给我考验，看我是不是当他的主人。好啦，加油啊！开车小心一点。OK， 我会小心的。那就等你回来。等我的好消息。对啊，回来脚就长得不一样了吧？对不对？对，回来就有新鞋子。哇塞！拜拜。看到屏东的牌子了。已经十二点半了。哎，哎，这么晚了，现在要去哪里啦？要去换轮框。还不是换好了？干，买二手总是会出事。怎样？太宽。太宽会怎么样吗？等一下你去看就知道。宽到爆，轮框突出轮拱太多，遗体脂太少。不是说凸出来才帅啊？哦，那个真的超凸的，你自己去看。我有去算遗体脂，然后 J 脂，然后算出来的数据是比原厂出来整整四公分。好，我们下车，这样，陈老板，看到你就会吓到。好了，哇，从上面拍已经整个这样。另外一边更夸张。这边都磨到了，有没有？太宽，所以又要花钱了。你钱很多，我很穷。我把这一组烤漆之后再卖掉，打平。我的理想是这样，就是、那实际会怎样？理想往往跟现实是不一样。不要再把我拉回现实，我现在想象是很美好。来，开箱。要多沉？哇塞，超帅！满面兴奋，要花钱。买车。哎，帅哥，今天要去哪？今天要去龟山啊。今天要去龟山干嘛？去冲避震啊。是哦，你的避震有问题。对啊，我前后车高都已经不对了，哦，而且我现在升级17寸之后，它已经拉不住，就是因为你升级之后轮胎跟框会变重，嗯，那你的避震如果本来它就已经不健康了，它的晃动跟震动就都会变大。那为什么要跑去龟山？因为我们要去找一间叫法尔斯的避震器，它算台湾。就是中大型房车的那个算是蛮多人爱用的一个牌子，因为它主打的是那个副桶式的结构，然后高低又可调，然后价格不贵，然后副桶的优点就是它的反应很快，它可以应付这种比较多变弹跳的路况，不会像一般改装可能为了支撑它快速的阻尼会很硬，就是变成说你弹跳没有办法过滤，你就没有办法兼顾日常。那我觉得说大型房车，我想要换平常可以兼顾，然后可是我又想降车高，然后所以我就问到这一件这样全可调的。OK， 待会见。哦。哎，到了是不是？啊？到了对不对？对啊，到了。哇，他藏在这个巷子里面，刚刚找了一下，对不对？拜托，卧虎藏龙。真正厉害的都是他妈找不太到。不怎么好找，就像我们公司的门口一样，很难找。我们公司也是很难找，没错。真的。现在是这个高度，我来帮各位测量一下。四级。
看一下前面，前面超扯。前面是？前面大概五颗拳头，我的一颗拳头。刚刚师傅说啊，前面的这个避震器应该是有问题，应该是装别的车子的，就是可能 K11 或 K13 的，所以它的车高才这样，怪怪的。调整好了，超帅的。Honda原厂的调音量一定要这样。对啊，我妈看不到啦，一定要可以手，对啊，手要这样，对不对？好吗？然后一定要可以放 CD， 懂吗？现在为什么？你老维亚郎啊！现在还有谁在用 CD？ 用 CD 的音质才好，那听 MP3 的都……那你为什么不放个黑胶？Yes， 得分了，耶！再三得分，耶！超坚持的，一定要 Bon Jovi 吧，是年轻人有坚持是好事，试试看哦，看会不会动哈。这个也是在社团买的，我就超帅的。这个如果把里面的那个也改成自发光的，应该更漂亮。只是我觉得这样简单应该就好了。确定那是亮的吗？没有吧？没有，它这个要拆掉了吧？这个可以拆啊，它是叫你把这一块拆掉，这一块拆掉，然后把这一块扔上去。我没有。所以这个就直接上去，对，然后就锁起来。要粘吗？应该不用，因为它扣紧就好了吧。但完全不用工具，装好了，超快的。这一片多少钱？分享一下。大概1000块左右。这一片1000块？对啊。干，还好吧？这那么帅，电镀的。干，好贵哦。这个爱车大奶罩这不是我改的，好不好？今天这一集，这个当时哦，交代我们这个从屏东上来建教合作的弟弟，我们都叫伟哥。我从新竹买回来的这个 K9 3.0 的，哦，当时是墨绿色。那很多朋友看到当时的影片，就已经如雪片般飞来询问说：“小师哥卖我，小师哥卖我，小师哥卖我。”被这个小兔崽子说：“老板，我想要。”我说好，整理啦，现在好啦，整理好啦。好，我来看看你弄的什么东西，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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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啊，我们这个伟哥今年1月底嘛，哈，就要离开回去继续念书了，因为学分不够嘛。我妈那不读书嘛？不是，是我四下还没读完，四下还没读完。那现在就是一台车交由一个20岁、21岁的年轻人弄出来的车子是什么样子？这个期间我真的都没有过问，全部都从头到尾都他自己弄的。昨天接到账单的时候，我那个两个蛋蛋跟泰山一样快垂下来，十几万呢，一台99年的哦，雅哥他花了15万。那接下来我就要好好跟他讨论说，接下来这台车该怎么处理。然后介绍一下哈，首先看到就是整台车是什么？珍珠白，珍珠白配银。配银色，后照镜、后照镜是银的，边条是银的，然后还有尾翼是银的，哦，还有尾翼哦，还有那个电镀的握把，然后它这个 VTEC 这是你自己贴的吗？这是原本的，原本就有了，贴纸都是原本保持，然后镀铬也是原本的保持，对不对？对 ，Linkin 是换的吧？新的，全新的，哇、哦，动不动嘛新呢？因为后来原本只换来令片。然后后来发现碟盘已经不行了，已经吃够了，所以就是碟盘也换掉了啊。这个17寸的铝圈啊，卡钳我自己喷的啊、哦，卡钳喷红色的啊、哦。啊，这个新的来令片啊，前面的下巴嘞？下巴是我后来买的，所以外观你只有加这个下巴跟尾翼哦，还有尾翼是不是？来后面看一下尾翼啊、哦，尾翼是银的，电镀4条原本的，对，双出尾管嘞。变四出了，本来双出变四出，对，我把尾四管换掉。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真的没什么钱，人家两根好好的，你不要，你要把它弄四根。好，那我们看引擎室，你弄了什么东西好不好？好，外观就这样嘛哈，看一下引擎室哈。
大灯没有换，只有膜而已。对，就是本来黄黄的嘛。哎、欸，大灯这个抛货还不错哎、欸。这个也是我自己抛的、哦，然后车牌也是去考的。哎、欸、呀、啊，这爱马龙一看就是干我店里面的。没有，这个是原本的。哦，原本叫马龙。没有动它电池。我想说你去干的啊。没有。啊，这已经是弄什么？讲、来我听听。最主要就是前后气门室盖漏油。换垫片，对，这我自己换的。你自己换的，对，哇，哎、欸，才3.0V6的引擎，你看到没有？来小狮汽车，妈连上盖都要拆。那、啊、因为下这个进气气管通通都要下嘛，我就全部都洗了一遍。哦，拆下来就顺便都洗了。对，然后好，然后呢要换什么皮带？正时皮带、水泵浦，你自己换的、哦？水龟没有，这个给外面换。干了，这太难了。水箱是新的，他妈的，水箱新的，为什么换水箱爆了？对，之前爆了。那、啊、怎么检查它爆？你怎么知道它爆了？就看到这边开始有一些水渍，还有在烧水、啊，先稍微渗而已。然后发电机也新的，对哦，还有启动马达有吗？没有，启动马达动态。哦，引擎脚看到，引擎脚好新哦。引擎脚前面这一只好像5000了，7000，然后后面那只9000，然后这一只好像5000。我跟你讲，看人家那个超零件送来有没有？哎、欸，送引擎脚来还是单子的吗？签小狮汽车签小狮汽车签。啊，一直叫啊！到时阵欠货款跑路是老板在跑，对不对？不会啊，妈，你在屏东逍遥自在了。哦，你看啊，这个连这个内饰盖哦都喷得很漂亮，有没有？然、哦、后这个人要做隔音，对不对？对啊，这个就那个时候进化论的那一种。哦、好，我灯有换，看起来不像换啊。灯泡有换哦，我把灯泡换 LED。灯泡这种小东西就不用讲了。好，这在十五万里面，那个算是最便宜的，那不需要特别讲啊，好不好？他看内装用什么？比较有花钱的应该就方向盘重包的，那还好啊。对啊，然后剩其他地方就是清洁，我把所有的椅子都拿下来，然后把地毯洗过一遍。哎、啊，椅子都不用喷什么？你看我椅子复原都不用，我都没有动。哦，所以它其实原本椅子就还不错，状况就还不错了哈。哎、欸，所以其实我已经帮你省不少钱，这台车的车况已经帮你省不少钱，所以你最多的钱都花在底盘的避震。不要讲什么啦，你说15万对不对？铝圈、轮胎、避震三样是多少钱？5万了吧。5万就喷啊，10万那个引擎桥要多少钱？5万块，好、哦，那刚刚说5万底盘，现在再加5万，这样是10万，好、哦，那、啊、剩下阿利亚哥哦，烤漆，哎、欸，所以其实我们其实真的花的算便宜，一般人可能要20万哦，一台99年的车有爱到可以花到20万，整体也是蛮厉害的。哎、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开这一阵子啊，你的心得，还有你为什么喜欢这台车？我觉得，哎、欸，这是你的毕业作品哦，你要好好讲。看观众朋友会觉得，哎、欸，不错，多帮你看几次，帮你充几次流量这样。我就喜欢大型豪华房车，然后差不多在2000年左右的，什么 Sabiro 啊、Arco 啊，那我就小时候就坐过那种车子，就觉得那种车为什么可以那么安静，然后加速那么快，就很喜欢那种感觉。那、啊、现在车没有吗？现在的车少那种 V6 那种稳重的感觉。哦，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米色内装，超讨厌黑色内装。譬如说像新款的 HRV， 整个什么什么小通通都是黑色，我就很不能接受那种内装。因为那我们家有一台，好像有这种人存在啊，不然米内装车真不知道卖给谁。不是，我就觉得米内比较豪华、啊。那你觉得来这边一年学最多的是什么？跟阿哥卡欧啦，讲干话，干话啊，跟阿哥一起讲干话学最多。我觉得哦。蛮多方面都成长很多啦，不论是在说整理车子的技巧，或者是说跟客人应对进退啊。所以我觉得做这一行，其实主要还是自己本身知识量要够，成长才会快。不过我觉得看至少可以看很多车，应该超过100台啦。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天都可以开不一样的车啦，因为大排气量车一般人其实很难自己拥有一台。在车行上班，至少可以开过，然后没有，那是我们的车，老板比较无聊，都会买一些很奇怪的车。这边怪给西也比较多，把你这20年成长过程中没有看够的，在这边一年都看回来。有些车我真的连看都没看过。其实车辉这个毕业作品啊，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还原度还不错。撇开我看到账单的时候那种惊讶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对啊，而且当中我没有给他任何的意见跟想法，所以我也没料到说他可以花到这种田地，因为他可能想说有个 Sugar Daddy 嘛，啊Sugar Daddy Sugar Daddy， 我真的有吓到，因为我一直觉得说这种车有时候我们在整理，我们当然我们会考虑到卖不卖得出去，当然你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在整理，所以你全部的东西包含漆啊、零件啊，你都是用最高标准下去。你比如说引擎脚好了，我坦白话讲，我们假设这个车是要卖的，我们觉得它有7成新，我们就可以把它留下，要不然我每一个东西我都要妈用新的，一台车零件20000多个，哎，我不可能全部换啊，所以我们其实有
时候是以那个功能性为主，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商业跟这个完美对自用啊那种完美的那种取向其实不太一样。好啦，不管这个点阅率哦，当然越高，不然这样好不好？好，我这台车其实一开始他整理，我就打算要送给他，当做这一年来的礼物。那当然我买没多少，我记得我买两三万而已。我想说，来这边一年就送个两三万的车给他，没想到花那么多，对不对？不然这样，如果这个片我以点阅率来算钱，好，这台车总共假设花了，总共加车钱是16万。如果你的点阅率是5万的话，好，你就再补11万就好了。好，如果点阅率10万的话，你就再补6万就好。如果点阅率是20万的话，你别想我会再给你钱，没有。那我2年之后再来钱应该就有。没有，不行不行不行，那大家就给你这个1个月的时间就好了。我跟你讲啦，现在骗是这样啊，1个月没有就拘了啦，你不要想太多啦。通常依我的习惯啦齁，上骗隔天我就知道行不行。你不知道那个气势，你知道吗？阿呆对不对？片如果真的比较旺的时候，会有个气势，对不对？哇，那气势如何？飙很快，对，飙很快的。好，你不要想太多，我们就先以下去弄，你觉得如何？啊，因为我不能送你16万呢、啊，我送你16万，阿珂说哎我那不，阿呆说我那不，泰山公干，那我怎么没有？啊，我做节操给几辆上几台车，那骂嘞，你们晚上有陪我睡吗？真的是 Sugar Daddy 吗？好啦，那个，我觉得哈，其实我讲实在话。所以这一年帮助公司很多，然后他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是一个很乖很孝顺的小孩子，然后其实我也蛮舍不得他走的，说实在话。那这个我跟你讲，翅膀硬了出去齁，念完书还会不会再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了啦，好不好？那至少就在这一年应该算快乐啦，开心啦，快乐可以齁，确定确定。那今天这个分享的影片齁，就看大家买不买单了，好不好？下次见，拜拜拜拜。在我们那时候买多少钱啊？2万的样子。我买那么便宜啊？啊，你拿我一台车买2万，你花到16万呢、欸？啊，那等下妈的来台北买一台车回去，等下你妈说干啊，你头家拢敢害。阿姆啊，阿姨，姐姐，我只有叫他帮我整理车而已哦，而且我不知道他给我花那么多、哦，伊就搞开钱的，你要注意哦，你个钱开了拢无动诶。干啊，我看到我都妈脚都软了。妈，还是你要签一张卖身契？你要卖什么？妈，卖屁股啊！啊，你屁股是第一次吗？那个不好说。干不是的话是不值钱哦。看这个说是还不是，好像都很奇怪。我跟你讲啦，你要破20万，我现在他妈的开到对象撞到那个墙，20万没问题。然后就哎、欸，恭喜你破20万了，来，再车送给你。哎、欸，对，他车都烂了。对，这样刮太大啊，会吗？哎、欸，我出来要替你的点阅率着想哎、欸。你有没有想过，哪来那么好的老板来上班还拿车给你玩？那你也白吃白喝白嫖半年了，在车你有没有白嫖半年？你自己讲。那走了还说可不可以吃妈妈借贷？干他嘞，吃我的用我的，妈的，他的屁股就走了。那、啊、你看这小王八蛋，妈的花了十几万，不会啊，十几万就有3000cc 的大型豪华房车呢。干是你有还是我有？你讲清楚。现在是你，不是我，还不是我。我要特别感谢我师父科比，他他帮我算当他自己的小孩照顾吧，带我吃饭，然后又带我买东西，然后假日也会，我刚上来的时候不知道干嘛，假日都会带我出去玩。那、啊、工作上也是一步一步都会教我
这样。其实每个人我都蛮感谢的啊，那大家都很照顾我，毕竟我一个人来北部，也没有什么朋友啊，反正就谢谢大家的照顾，这一年过得很充实，谢谢大家，我要滚蛋了，拜拜。